我想到，哎，那清明呢？对啊，你清明有算怎么回去吗？闲话家常，怡然的喝着咖啡，李俊贤和赵彦蓉夫妇俩享受着难得的午后时光。如果不说，几乎很难察觉李俊贤是个几乎全盲的视障者。而在赵彦蓉的扶持与陪伴下，两人度过了生命中最晦暗的岁月。看似平凡的夫妻，却曾经历一段婚变。殷实的李俊贤以无比的诚意赢回婚姻，也从信仰中找到人生方向，带着家人从黑暗走向光明。你好，我是金玉。我们常说呢，视障者因为看不见，所以在其他的感觉上会变得特别的灵敏。今天来到真行部落格的这位来宾，他在看不见的情况之下还能够写书，而且真的是一个字一个字自己写下来的。哇，这是怎么办到的呢？我们要来听听他的故事。我们欢迎俊贤还有彦蓉。俊贤是农家子弟嘛，对不对？对。小时候其实家境不太好，还做过回收什么的哦。但是你是考上一张不错的证照，哎，后来就进入了都会生活。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证照？一张内政部的乙级技术士证照，那一张证照就让我进入一家日商公司担任电机技术员的工作。我做了两年，啊，也很幸运的也晋升技术组长。后来就遇到一个机缘。我就转型到百货公司，从事一个总务管理的工作。就把这一份得来不易的技术工作把它辞掉。对。那在百货公司，我前后做了8年，一路上我从办事员，后来做到行政主管。但是你是在百货业的时候认识彦蓉的，对不对？对对。你们是在同一个部门吗？在不同部门。不同部门他怎么追得到你？他在总务部，我在企划部那时候。对，我每天下班都是最后一个下班。对，所以就有机会接触到。你被追没感觉？俊贤你是怎么追他的？我不晓得什么原因，他那时候离职了，啊，我的工作是轮班的，在平常礼拜一到礼拜五那几天的时间，我的朋友我的同学他们都在上班，可是我刚好有轮休，我想出去走一走，刚好想到说，哎，他离职，那不晓得有没有在工作，就想到说，哎，去问个电话打看看，如果他没有工作，哎，可以找他一起去玩。没想到日久生情，就后来就一起，哦，就走入这个。最后是走进婚姻红毯的另外一端。可是你还很年轻哦，那时候很年轻，对，跟他结婚的时候才22岁。哇，对，是人家说这个红毯的另外一端就是恋爱的坟墓，对，所以你很快在年轻的时候就做这样的决定，为什么？当时可能我觉得年轻女孩可能对婚姻都有一些憧憬跟梦想，在结婚之前的就是半年前吧，一年前，然后那时候就是朋友带我骑车，然后出车祸，然后那个车祸还蛮严重的，就是撞的，就是脸也烂了，然后手也骨折了。可是他那时候每天都到医院看我，我就觉得哇，我已经撞得跟猪头一样，他还可以来，应该是真爱吧？对。你家人都没有任何的意见吗？那么小就要出嫁？确实他们是觉得有点早，因为我上面三个哥哥都没有结婚。对，那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女孩子就是觉得好想要进入婚姻生活，觉得那是一个很美的梦。对，那时候就还蛮执意就是要结婚这样子。所以还蛮坚持的，就是说我就是要嫁给这个人。但是没有想到其实是两个家庭的结合。对，所以嫁过去之后你会发现婚姻生活有点难适应吗？我觉得跟公婆住这个是我在我年轻的时候，我觉得我没有去想过要去侍奉公婆这件事情。然后还有就是他的家庭生活跟我们的家庭生活差距还蛮大的，因为我的公公婆婆他们是南部人，他们农家子弟是非常非常好客，所以家里面常常都会有很多的亲朋好友来。对，那很热闹，很好啊。对，可是就是可能每天下班回去，可能看到这么多的亲朋好友，然后就是可能没有办法休息，然后还要去
应对他们。哦，当时就觉得哇，好辛苦。然后可能再加上后来他那个是俊贤，那时候他可能那时候想要换工作，但是我不清楚，所以有一段时间他常常的就是喝酒，对，然后我当时就觉得我的梦碎了。对，那不是我想要的。你没有尝试跟他沟通一下，就说我可能会很累啊，家里面朋友太多，可不可以请你多担待，我可以进去休息啊什么，你们没有聊哦，完全不聊了。当时只是想说我刚嫁，就是嫁进去是人家媳妇，我觉得不方便，可能是觉得不方便讲这些。对，然后再加上可能我太年轻，那我觉得他比我大这么多岁应该懂，可是我没有想到男生真的是好像不太懂。你没反应他就没有他没有回应。对对对对 对, 对, 对，所以我觉得这方面的沟通就是好像断了线一样。所以俊贤没有感觉到他的压力？没有感觉，完全没有感觉，因为那时候我也不懂得怎么沟通。他可能某些时候他会跟我表示一些他的想法，但是我没有听懂。没有听懂就没有办法沟通。没有沟通，他是直接就是回娘家这件事来解决。我就是觉得说好吧，你有压力你就回去休息，就没想到他一回去就没有回来了。我也很笨，我居然也不晓得说其实我就是回去娘家把他带回来就好了。结果我是想说他说他再多住几天，我会说好多住几天，就没想到一住哇真的不回来了。等到是真的不知道还是有面子问题？我那时候真的不知道。所以我说很笨啊，都笨到这样子。对，那我是因为面子问题，因为我觉得他都没有来我不敢回去。对，在哥哥开的烧烤店帮忙，赵彦荣总会利用时间和家人欢聚。回想新婚时，由于家庭背景的不同，又无法和李俊贤有效沟通，他们的婚姻亮起了红灯。彦荣应该是蛮痛苦的，那他落跑其实对我而言我觉得就躲开痛苦。每次到就是如果接触的话会有那个痛的点。那俊贤其实他是说他就深刻的检讨自己，那我觉得俊贤他很宝贵，就是他碰到什么事情啊，他很实际的去针对问题，他不逃避问题，而且他不是去怪他的妻子，他在反省自己。那他觉得我没有做好一个丈夫，使他没有感觉到被爱被照顾。我是蛮佩服他有这个勇气，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我可能没有像他这么勇敢的就结婚没多久就回娘家。我觉得如果是当时的我，我觉得我可能做不到。当然也是希望说他跟彦荣是可以去做一个复合，可是那时候彦荣可能有他自己的一些想法，对，他是比较不像说一些就是女孩子比较会顺从先生。彦荣在这个部分，在以前的他啦，对，他还算是蛮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对，所以我觉得俊贤也知道他的一些个性，所以他不会去强求他，那他就选择就是耐心的去等待他，就是让他自己回头这样子。不，听起来好像是蛮单纯的问题啊，怎么会演变到后来婚姻不可收拾呢？其实有一个刚刚我们没有聊到的，就是彦荣说你换工作，然后你不跟他讲，然后你跑去喝酒，他每天回来面对喝酒的你，你为什么会想到工作要去一直转变？那个时候就是刚好我在百货公司担任主管的时候，其实公司是很器重我。对呀，那我可是我觉得说我对未来我还要有更大的期望，因为我已经结婚了，我觉得在家庭上我的肩膀担了一个很重的责任，所以我需要再更突破更成长。那这个行政管理的工作对我来讲它是一个很驾轻就熟的工作，可是并没有办法让我的收入再提升，所以我一定要有所突破。所以当下我都决定
把这个得来不易工作辞掉，要去做业务，因为只有业务才能提升我的收入。啊，我这个想法，我没有跟太太沟通，我也没有跟我父母亲沟通，对，我完全都没有，就自己一意孤行，就这样去做。我甚至做到我父亲他居然说要跟我断绝父子关系，嗯 嗯，很严重。老婆，你看已经离开我了，爸爸还要跟我断绝父子关系。在那个时候，我真的让自己冷静下来，我真的反省三天。我就说，难道我真的做错吗？我为这个家在努力，我要提升我的能力，难道这样是有错吗？你辞掉工作以后是没有找新工作？没有，那时候我去补英文，我那时候白天在中山北路梅尔顿补英文，晚上在南京东路的科建也补英文，我早上也补，晚上也补，就是我要把外文能力把它学好。哦，所以你的单纯的想法就是我要提升我的能力，看看可不可以突破我现在的这种这个薪水的阶级状态，对，能够赚更多。但是可能爸妈跟老婆会觉得说，你怎么这么不稳定呢？你为什么不可能是下了班之后再自己去把英文学好，或者说骑驴找马的去找到新的工作，再把旧的工作辞掉，这样才可以负责任啊，才可以稳定家庭啊，可能就没有聊嘛。 对， 对，没有聊，而且对不对，没有沟通，所以你没有工作，其实这件事情让家人是不谅解的，对不 对， 对，非常不谅解。你后来为什么会喝很多的酒？刚好那个年纪就是三十岁嘛，三十岁左右，那个时候酒友比较多，而且就是喝酒又不是做坏事，也是下了班才去喝，就是我太太离开前那一段时间应酬是比较多，对，那一段时间是确实比较多，做业务就是要应酬，可是那是错的。我当初开始做业务这样应酬，发现也没有比较好，没有比较好，真的。因为你跟你的朋友把酒喝得差不多的时候，你要来谈正事，客户他已经没办法跟你谈了，所以我也被，等于说我被学乖了。所以燕蓉那个时候都没有跟他，比如说吵架、埋怨。可能是原生家庭的关系，我的个性比较是会，就是冷战跟逃避是比较，对，我比较是这样子的人。所以，我那时候只是觉得失望，可是我没有把这个表现出来。你没有，你也不了解先生的那个远大的那个抱负，没有办法了解，想要给你更好的生活，没有办法了解。对， 对，只觉得他老是在应酬，很讨厌。对对对，这三年当中，其实曾经燕蓉的俏佳对你打击还蛮大的哦。很大，对，就每天情绪都很低落，虽然在很努力工作，可是情绪很低落。啊，跟朋友出去唱KTV 还是卡拉 OK， 老师唱的歌，你们都可以想象到，一定都是很悲情的歌。对，就是那个时候就有一点失落了，就是自己是个失败的老公。对，就什么都做得很好，我在想，我在百货公司没有什么事我没办法解决，既然太太这件事我没有办法处理。而且那段时间的燕蓉还出去交男朋友，对不对？那段时间有，对，可是。可是我觉得那段时间自己也很自卑，因为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者，好像你连最基础的，就是因为虽然说是自己跑出来，可是你没有那个痛苦，是你没有再去面对那个问题，我就是因为逃避所造成的那个，对，那个负面的情绪也蛮多的。其实跟别人出去也没有办法释放，也不快乐，对。对，那他那时候因为太年轻，所以也不知道自己真正的问题是因为逃避问题，然后因为没有去面对所造成的。其实我想应该会很茫然嘛，对，很茫然，对不对？会觉得我的归宿到底在哪里？那你爸爸妈妈的反应是什么？其实他蛮疼我的，所以他只是觉得说啊，那如果我不开心，那就没关系。对，所以那时候我爸爸妈妈的反应就是，没有太强迫我，说一定啊，你不能让已经嫁出去，你还敢回娘家，一定要回去。对，那时候并没有。怎么办嘞？太太翘家了，不回来了。他离开我那段三年了，
第一年他连我电话他都不接，嗯，哦，那第二年他会接，啊，偶尔我们会约出去喝个咖啡，嗯，我就不给他压力，嗯，到第三年的时候，他才把他为什么离开的那些状况，再一件一件，哦，讲出来，那我就很清楚说，其实原来问题都在我身上。我后来我问他一个问题说，那我们还可以在一起吗？他说可以。当他说可以的时候，我马上就跟他讲说，那我们就是搬出来，不要跟父母亲住。所以后来我们就在天母租房子，嗯嗯，我们就搬到天母，那就解决当初我们刚结婚那一段时间他的不适应的那些状况。你后来真的决定要跟他复合，是觉得哪一点是让你最舍不得？我还是看到了那个我当初想要嫁给他那个很负责任的男人，因为后来他告诉我之后，我才知道我原来是，原来是这样子。可是当时我不知道他也，就是我们那个沟通就是在那段时间就断了。嗯嗯嗯，对，好像心冷掉了，但是其实还是爱他的。对，对是。嗯啊，那爸妈后来有说什么？又要回去？对，要，对，对。其实爸妈还是宽容我，觉得就是，你想清楚了，那决定了，那我们也就支持你。嗯，可是我心里在想说，他们应该也放下心中石头了吧？哦，我再回去了，好，再回去了，对对对对。当我想从石头跳下去，我的脑海浮现一个景象，就是一个跳下去的人死得很难看。啊，我在想说，我生前的已经不够帅了，还死这么难看，实在不太甘心，想说找另外一个方法来了解自己。挽回了婚姻，李俊贤却面临了生命中极大的挫折。他的双眼视力逐渐退化到几乎失明。他女儿在台北三专毕业以后，而对刚刚破镜重圆的赵彦蓉来说，也是一大考验。他本来骑车都很正常，可变的时候，因为我突然发现，怎么他好像晚上是比较不能骑车？他说因为视力的退化。可是那时候不知道说好像会那么严重，可能难免会觉得说好像变成不能骑车，就是行动上会比较不方便，偶尔会 complain 一下而已，但是并没有那么的没有那么 OK 这样子。就是彦蓉对俊贤是不离不弃，真的不容易啦，因为他们讲彦蓉也还蛮年轻的那时候，对，然后又要把整个家计又要扛起来，嗯，那我常常我们在教会聚会也是都会他会搀扶他一起来参加，对，我觉得夫妻同心就会差，那种感受是非常非常好的。我觉得其实如果说今天彦蓉他没有信主的话，我觉得他日子一定会过得非常非常痛苦，可是在于今天他受洗了，他信主了，所以他反而会觉得说他的婚姻是非常幸福非常甜美的，对，他不会觉得说俊贤是他的一个负担。我觉得这点其实我们姐妹来讲都非常佩服她。这条复合的路虽然说有点长，但是好在最后还是在一起了。只不过呢，没想到接下来的状况却让你们两个可能是大吃一惊，就是本来可以好好的共组一个美好的家庭，然后完成梦想当中的婚姻，俊贤的视力开始不好。这个是一种视网膜病变。是遗传还是？医生就是说这个应该是遗传。是遗传哦。对，但是我的父母亲祖父母都没有，医生说这可能是隔代遗传。嗯嗯，对，就是我们的眼睛里面那个视网膜就好像照片的底片，嗯，它本来原本是黑色啊，这个病变它会颜色会退，那会退就是对光线感官的那个能力就会变差。我在三总有一个医生，他是说十几岁时候就发病，他问我说为什么我年纪这么大才发病，他不相信，他问说我有没有当兵，我说有啊，
我还从金门退伍的。这个前后花都有多少时间？你要去面对真的后来看不见。这个前后到现在应该十年有。十年。可是初期啊，嗯，是感觉是近视，啊，慢慢的才变晚上，哎，没有灯光、没有光线的时候会看不见。那你可以移植什么？比如说什么角膜还是什么？美国有在移植视网膜，视网膜，可是那个移植技术还不够成熟。那生活跟工作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啦。所以我的工作都常常要太太帮我，对，因为我业务工作很多客户服务的工作，都要太太来帮我做，帮我处理。有那种怨天尤人的情绪出现吗？初期有啊，会啊，会觉得老天爷为什么要对我这样子？而且怎么会只发生在我身上啊，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医生没办法，我也没办法啊，身边的亲人跟好朋友也不知道该怎么帮我。那时候沮丧到我们现在住在四楼嘛，那时候我很想从四楼跳下去。你会觉得连累太太有那种罪恶感吗？不止连累太太，我甚至觉得也连累父母亲。哦，很内疚的感觉。对，你那时候有体会到他的那种无助吗？我有体会到，但是可是我自己也很需要去调试。因为就是对我来说，就是我在面对我娘家的时候，我妈妈也说，那你当时跑就跑了，你看你又回去他眼睛又不好。对，那有很多人也问过我说，哎，那他眼睛不好，你为什么又没跑？对对对，你有想过要跑吗？其实有，可是我觉得不能再跑了，就是我就觉得既然就是已经决定要跟他在一起，那我也知道他是一个怎么样的男人，怎么样的丈夫，我就觉得就是在那个时候就是去面对我们的问题，但是我们那时候很茫然，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接触到，还没有接触到上帝。不，叶蓉很可爱，就很坦诚的先说有想过要跑，可是这一次我觉得俊贤更可爱，是因为其实你还想放他走。我那时候就跟他讲说，我眼睛这样子，我没有办法保证，就是你的以后未来的幸福。你现在做任何决定我都尊重你。有因为这样的话而觉得我绝对不要离开你。我觉得这就是最大的杀伤力，就是本来对本来要跑的心就觉得，哇，他既然都这么说，就真的要留下来。那个时候保险工作应该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大部分都没办法再进行，所以就是做一些客户的服务工作，都需要太太帮忙，有时候办公室同事帮忙，那我的主管，主管是处经理，他也给我很多方便。你那个时候曾经想过要，就是自我了断，以免拖累家人。后来是什么让你决定说我要再试试看？当我想从四楼跳下去，我的脑海浮现一个景象，就是一个跳下去的人死得很难看，我在想说。我生前的已经不够帅了，还死这么难看，实在不太甘心，想说找另外一个方法来了结自己。我觉得上帝啊，派了一组天使来我们家安宁拜访，也就是台北真理堂教会啊，一个周丽娟姐妹，她率领一组好朋友来我们家安宁拜访。丽娟姐妹她介绍我认识我们大直真理堂教会，还有我们教会的招募师啊。赵牧师就常邀请我到教会参加活动，听他讲道。那我想说，入宝山啊，绝对不要空手而回。我就慢慢去了解基督教的信仰，渐渐的我认识神，亲近神。当我相信神的时候，我带领我太太还有我两个小孩，就在大直真理堂教会受洗。啊，神奇的是，当我们全家受洗之后，我发现。上天让我这两个眼睛慢慢看不清这个世界，可是啊，我们伟大的主啊，在我内心开了另一道窗，他让我看见以前我所看不见的，让我听见以前我所听不见的，让我感受到以前我所感受不到的，甚至让我觉得
过去我人生一路辛苦追求的事业成功和成就感，并不是我人生真正的有价值和有意义，而我人生真正有价值和有意义，真的就是和神息息相关。为什么会突然从不认识到认识，可以有这么大的体悟对一个信仰，我觉得还蛮好奇的。你中间有一些过程是你真的有听到上帝的声音吗？有一次前面我有个那个思量弟兄，他帮我打开圣经转身给我，那时候我就听到声音说，你人生所有的问题答案都在这本圣经里面。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读圣经，当然不是用读，是用听。对，你已经看不到了。对，我就开始听读经机。再有一次我们有一个恩惠相遇的忏悔活动，我又听到声音又对我说，你的祖先留给你什么？我就回答说，没有啊，我们李家没有祖产。这声音又问我说，那你到底可以留什么 给别人？我心想说，我现在已经一无所有了，主啊，我什么都没有，我怎么会丢东西给人家呢？神又再告诉我说，你要把你脑海里面的东西全部记录下来，而且要传承下去。当我被这个圣灵感动这一段话，那个聚会结束以后，我每天在思考这个问题，到底神要我做这件事是真的还是假的？到底我脑袋里面什么东西有值得写下来吗？我真的犹豫一个礼拜，最后我决定我顺服神。我觉得说，既然神要我做，我就要顺服他的旨意。我就请我太太去买纸跟笔，就拿起起一笔，我就一笔一字慢慢写。我每一个字写出来，我至少看到有一团黑黑的，我就知道有一个字，所以我可以一个字一个字，就是一团黑黑跟黑黑的，这样一字一字这样写下去。受洗成为基督徒后，李俊贤从信仰中得到许多的启发与能力，甚至在他几乎看不见的情况下写下数万字的手稿，这让他对人生有了新的体悟。拜读他的书看过之后，真的他的成长过程中真的是有很多的学习。那第二个是他在职场上，甚至到最后信仰上面，他其实都很多很多的地方都可以让很多年轻人做很多的学习。那当然我觉得对俊贤来讲，出书真的难度更高，因为除了他真的是有智慧之外啦，然后他要写这个部分真的是要有很大的那个决心。最明显的是俊贤的信心，几乎我见到他以后他是与日俱增，而且我觉得他的信心有时候真的超过牧师。比如说我在教会里面说，这个圣经目录你背下来你就会比较熟，翻圣经会比较快。他有一天就告诉我他背下来了。我们小时候在主日学背圣经是用唱的什么的，所以我会很容易记。他完全没有人教他，他就硬着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就这样子背。俊贤的改变之后，那个彦荣他就说，那我也要参加小组，那我现在也要起来晨祷。他晨祷来了之后，他爸觉得哇，清早起来读圣经，神的话进去，一天都非常有力量。他们现在天天都来，两个人，我觉得他们这种毅力让我非常非常感动。彦荣把纸买回来了，但是看不见，要怎么写呢？我现在手上拿的就是俊贤的手稿，其实我看了还蛮感动的，因为他真的那时候不知道自己在写些什么。对不对？对，对我到现在没有一个字我可以看得清楚。那你是怎样拿着笔就开始按照自己印象中的笔画，一个字一个字这样往下写？就是神给我什么样的感动的记忆，我就一笔字写下来。我曾经写到一半啊，电话来了，我就接个电话，就讲完电话回头，哇，惨了，那个灵感不见了。就那一篇就没有用。啊，运气好的时候两三天后灵感会回来，有时候两三个月后才回来，所以后来我就不敢接电话，只要我在写的时候，我一定要从第一个字一气呵成，从头到尾把它完成。所以你看到这一团一团，你有一个影子的那个影的，你的视觉有黑黑的，黑黑的，所以你把这个黑黑的完成，就下一个黑黑的这样，对不对？对，所以我没办法去修正，
也没办法修改。你这样写了多少？我一开始写，当我写两万多个字的时候，有一天我听到声音说：“你这样写是不对的。”我想说，今天家里没人啊，怎么又有人跟我讲说我写不对？我就很清楚说，这是神在跟我对话。为什么不对？哪里不对？对，我就觉得说，我这照你的旨意写啊，哪里不对？神就又回答我说：“你是用你人的意思在写，不是用我神的旨意在写。”嗯。我初期我还不太相信，我隔天请我太太把我写的念给我听，嗯，她念给我听，我听听，哎，真的觉得，哎，好像真的不太对，嗯哼，真的我觉得不太对，可是要重写，难道神不知道我写两万多个字很辛苦吗？你怎么不在我写两百个字、两千个字的时候跟我讲，等我写两万多个字才跟我讲？嗯，所以我那时候我又犹豫，可是后来。我在想到说，因为我每天在读圣经，我在祷告，我对神有一个敬畏的心，我觉得说还是要顺服，于是我决定好要从头开始重写，就从头又写，大概全部又写了大概七万个字，如果连同前面两万多个字，就将近全部写了将近十万个字。哇，就是这本书，对，对不对？对，这本书是大概七万个字。哇，念如，你当初听他说想写书的时候，你心里面有怀疑过吗？有，因为我没有像他这么有这么多的圣灵感动，那所以我也觉得说，你真的有听到神在跟你对话吗？对，所以当时，但是我觉得他既然想写，那我觉得就让他写，因为。因为我也很怕他在家胡思乱想，所以我就是觉得啊，赶快去买纸跟笔，对对对，就让他有一个出口。我那时候当时只是觉得说，他可能只是想要抒发。你在中间有过想要放弃的念头吗？七万字哎，不容易哎。放弃是没有啊，但是遇到困难是很多。因为就我刚刚讲嘛，接电话那个。我那一篇就不见了，灵感就不见了，等于就没有了。那很多时候，有时候写到一半，就是我感受有，但是我要怎么样把这些感受从文字上把它表达出来？这就有那个困难度。对，而且我所有的记忆是要好的记忆，因为神要我把。好的把它写下来，并不是要我写不好的，所以里面总共写了七十二则的故事，就是经过筛选过，而且整个七十二个故事连结是时间上的连结，是好像从1976年开始写，就是从我大概十岁左右写到我44岁。我想在这一段日子下来，每个人都要调试很多的心情，还有自己的角色。对易容来讲，刚刚我们也听到说你很需要晨祷，一般来讲早上可能睡觉都不够了，为什么会大早爬起来？你需要什么力量来支持你度过什么样的难关？一开始就是我们在受洗之后，我并没有像俊贤一样这么有这般的信心，然后就是我有祷告，但是没有每天每天，因为通常在工作上面就是我不太会去跟他讲说我的压力，对，因为我觉得这应该是我对这个家庭的责任。当他在问我的时候，我都是不要讲不要讲不要讲，对，那可是我觉得不讲就是这个压力在我自己身上的时候非常非常痛苦。那我除了交托给上帝之外，就是我也没有说服他，然后再加上还有一些小孩子教育的问题啊，对，那我都觉得我自己就是过了头，抢了他的工作，对，然后所以我觉得非常的心里非常的疲惫，对，然后除了跟上帝说之外，还能够跟谁说呢？所以慢慢的我就开始就是跟着牧师说，哎。你可以来晨祷，因为晨祷是我的时间是最方便的，然后而且重点是人不多，就是我可以
跟牧师直接沟通我想要沟通想要分享的，所以那时候就去晨祷，然后我爸就在里面真的得到好多好多圣经里面的智慧。我以前看到圣经就会害怕，对，就在里面得到很多很多的智慧。嗯，对，里面还有一些智慧帮助了你跟俊贤之间的夫妻关系，对，对不对？对。我刚刚也听到说你以前是一个比较自我比较任性比较有想法的妻子，是你是怎么体会到说不对，我要听听看他的意见，然后有时候我要退让。就是他那时候刚好就是在家中的时候就癫痫发作，可是我当时不知道他是癫痫，因为他从来没有发作过，我以为是中风。对，那当下我的心情就是很紧张，我就觉得天哪，你是要离开我了吗？就是觉得好像就要失去这个人一样。对，然后我以前都觉得说自己的角色，觉得这个家庭不能没有我，可是当下我觉得我真的不能没有他。对，在当下，对，对，在当下可能就是发生那一刹那，觉得好，我认错，我忏悔，我顺服他好了。他在我生命中还是很重要的，非常非常重要。学校也不知道我小孩的父亲是有残障手册，因为那个手册好像听说连营养午餐还是什么客服班有一些减免，可是我从来没有使用过。我让小孩还是正常的学习，不要让他在学校有一些异样的眼光来对待他。一二三，请赞美其中一个人，麻烦你，谢谢。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全家人开心地玩着解禁大富翁，这是李俊贤和赵燕荣带着儿子的家庭聚会。走出婚姻和健康的波折后，他们现在都能坦然面对人生，迎向光明的未来。很多事情他会把它不会看得那么的重，对，因为之前就是会很在意，就是所谓在意说可能很多事情一定要去自己去强求去把它完成，可现在就是说信主之后觉得在他身上看到很多喜乐的心，很多东西他会把它放下比较多。他们的家庭的氛围是非常非常好的，因为虽然说坦白讲可能去年上在实际上有点残缺，可是我觉得在心里的是没有残缺的。那我觉得像燕荣，他真的对整个家庭的付出跟包容是非常非常好的。像我们寒暑假，我们两家常常会一起出游嘛。那像君君或少少，他们就要负责带爸爸去洗手间，对，或者是说带爸爸，帮爸爸拿东西啊，或者是帮爸爸做什么服务啊，小孩变成这是很理所当然的一部分。就我看到他们已经很知道说要在家是怎么样来服侍爸爸或者是陪伴爸爸。其实我觉得燕荣他改变比俊贤还来得大，因为以前燕荣他是一个小女生，小女孩需要被人家呵护保护，可是我觉得自从他信主之后，他整个人真的生命被翻转了，变成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女人，对，而且他也变成是一个顺服的一个妻子。虽然他自己还觉得他还不是做得这么的好，可是我们姐妹们对他来讲都非常的佩服。也很奇妙，好像是被上帝敲了头一下点醒了，从此生命再也不一样了。俊贤，你的失明其实我相信在你内在里面反而却有更多的光明，可是对孩子来讲，他们可以理解爸爸看不见会不会对他们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在我小孩读一年级的时候，我曾经问他说，如果你的老师跟你的同学知道你的爸爸眼睛不好，你会不会觉得很没面子？那个时候我儿子他没有回答，我也没再追问。可是等到他读四年级，就去年的时候，
我同样问题又再问一次，我儿子他回答了，他说不会，他就是我的失忆不会造成他的影响。那我觉得一个很重要，就是因为我们全家都是依靠主，我们就是完全把自己交托在主的手上。那我在我的工作还是在教会上服侍的工作，我都尽我的能力，我竭尽所能把它做好，不一定是100分，但是我是尽力。而且我都做给小孩看。你曾经有过很担心的时候哦，因为你的残障手册根本没有拿出来在学校使用，你是希望帮孩子度过那个怕他们不能够适应的过程， 对不对？对，到现在学校也不知道我小孩的父亲是有残障手册。因为那个手册好像听说连营养午餐还是什么客服班有一些减免，可是我从来没有使用过。我让小孩还是正常的学习，不要让他在学校有一些异样的眼光来对待他。对，因为在他自己心智还没成熟之前，最好是不要去碰到这一块。所以俊贤真的是一个好爸爸，有多一层的考虑，多一层的保护，让他们有一个时间可以来适应。但是其实因为你是两个儿子对不对？对，儿子都会调皮捣蛋，我不好动，可能喜欢打球啊什么，都会希望爸爸可以陪着去，但是在活动这个部分可能俊贤就不太方便了。对对，所以我觉得神给我们真的很大的恩典。虽然就是爸爸就是俊贤没有办法陪伴小孩子做很多很多的活动，因为很多小孩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学会骑脚踏车，学会很多的运动，学会，然后其实爸爸的角色很重要，因为那是自信心的建立。但是俊贤他都就是自己就是能够做的都做，对，那小孩子他们也不会再因为在这方面，然后会觉得说啊，爸爸你都不能陪我们干嘛干嘛，然后会有所抱怨。后来你跟公婆的关系怎么样？后来我跟公婆的关系非常好，因为我觉得公婆他们就是农家出身，很单纯，但是确实宽容，确实很宽容，很宽容的，对的人。所以后来跟公婆关系非常好，而且就是以前就是很害怕跟公婆在一起，就是在对年轻的时候，可是就是到了生了小孩，然后到了自己有这样的家庭之后，觉得真的是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真的，我觉得公公就父母亲带给我们的智慧的传承，对，我们也从身体里面得，就是虽然他们还没有信主，但是那是我们未来的目标，对。但是就是我觉得我们能够学到父母亲的智慧，然后才能够再去更进一步学到圣经上面的智慧。对，哎，从懵懵懂懂进入婚姻，然后一片混乱，到现在认识了上帝之后，一切好像突然有了一个秩序，对，有了一个依规遵循的标准，所以让你们享受在一个很甜蜜的这个家庭的环境里面。是，还有什么没有完成的梦想？未来有什么更有趣的计划吗？俊贤的梦想是教会帮我出这本书，就是希望是把它当成是一本福音书，把它传扬出去，甚至传遍全世界，因为当我这个书啊，这个著作完成的那一刻，我全身发抖，我突然圣灵感动我，就是让我回忆到说，约翰福音第九章，耶稣说，这个瞎眼的人是要来彰显神的作为，是要来荣耀神。在当时的我就说，难道神要我写这些东西真的是要来彰显他的作为，要荣耀神？圣灵又在感动我说，这本书一定要在教会出版，而且要帮助我们大直真堂教会来传福音、行真理、分享爱，做社区关怀工作。因为这整个书的内容就是
真的在彰显神他如何让一个视障者整个人生这个充满困难充满挫折充满失败的一个人生，神如何带领他一路过关斩将，能够面对未来更美好的人生。嗯嗯，就是要来激励更多的弟兄姐妹，甚至激励慕道友，让他们来到主的面前来依靠主。最后有没有什么话来跟观众朋友做分享的？很感谢主，就是感谢主，就是给我这么多的恩高跟恩赐，对，让我从一个就真的一个很不懂事、很任性的小女孩，然后可以生命可以这样被翻转，对。那俊贤呢？我希望每一个人都有一颗善良的心、感恩的心，这样子，神就会在他心里面，永远会眷顾保守他，保守他跟他身边的人一切平安健康，还有满满的祝福跟喜乐。人生很多事情哦，好像是突然就碰到了，然后一头栽进去，比方说婚姻，然后发现哦一团混乱，突然失明了，很多人都觉得没有办法接受，也无法面对。不过还好，在这个时候呢，俊贤认识了上帝，他每一件事情拿来跟上帝做对焦，于是产生了72个有趣的故事跟智慧，放在一本书上，在看不见的情况之下，一个字一个字把它给写出来。他也知道身为一个弱势的人，不能够只靠别人同情的眼光，他必须要让自己能够更加的坚强，勇气的去创造属于自己的梦想。因此失明反而让他更上一层楼，虽然说有形的视力好像越来越看不见，可是在内心当中那个无形的视野却是更宽更广也更远，虽然在黑暗当中仍旧能够把光亮带给这个时代。谢谢。各位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孙悦。李俊贤、张艳荣他们的见证我们看见了，非常非常的感动。我们看见他们所经历的事情，但是在那后我们发现李俊贤眼睛失明了，可是我们的艳荣姊妹不离不弃，仍然跟着相守在一起，这让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感动。我也会想到可能在我们电视机前面有一些家庭原本美好，突然发生的事情，无论是健康是财务或者其他的一些意外，让这个家庭中间进入到了一个黑暗里面，让这个家庭里头再也没有快乐。在这里我要为这些家庭祷告，让这些家庭因为看到了主的爱，得到了主的爱，能够继续的走下去不说，而且真正能享受到原有的那份平安与喜乐。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好吗？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我们看见李俊贤这位弟兄他个人的经历，我们也看见了赵艳荣姊妹他的自己这对夫妻之间的这种美好的关系，但是当家庭突然发生意外的时候，我们看见主你的爱在他们的家庭中间，你的爱保守了这个家庭，坚固了这个家庭。主，为此我们献上感恩，谢谢你在今天在电视机前面有一些家庭同样遭遇一些意外，也许是财务的意外，也许是健康的意外，也许是我们不晓得，但是他们在困难之中，我恭敬地为这些家庭祷告。主啊，求你拯救他们，求主你帮助他们，让这些家庭因为有主的爱
而能够完全完全的脱离黑暗，脱离困难，而能够全心全意的来仰望主，能够得到了真正的平安。我这样的为这些家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上帝爱你们，所以因此借着各样的见证人，让你们看见了